揭晓的是收看《梦幻底沙发》了。表演者十亿、林轩浩、易涵、深深，舞台交给他们。那个，我叫阿强，你呢？我叫阿珍。阿珍，我以后在发廊都能看到你吗？嗯。风吹过石牌桥，我的忧伤该跟谁讲？天空挂着一轮。东莞哪来的？把机器捡回来。看，哎，不让看了。阿珍给的吧？哎，都跟你说大街上捡的。哟，发廊妹的东西你也要？说什么呢？发廊妹的东西你也要？真是。哎，发廊妹的东西。这不是发廊妹给你的？不会说，发廊妹给他的东西。什么？这个光是发廊妹给的？发廊妹怎么样？是真的吗？看你说。还是充满希望。算了。来了。都给我看一下。给我看一下。可是我家里也很穷，很乡下。除了捕鱼和种田，没有别的工作。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，他不知道我一直在撒谎。吹过石牌桥，我的忧伤该跟谁讲？天空挂着一轮红月亮，它来自梦幻丽莎发廊，它
他说他家里很穷很乡下，只有山河河没有别的工作。年轻的时候他被别人骗，被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。